始直播喽，同学们，人呢？我们开始直播喽，几个人啊？我们来瞧瞧几个人在线上，四个人，今天会很好玩哦。今天的直播的东西会很有意思，跟编织无关。我要编织老师，然后教一个跟编织无关的东西。为什么？是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太好玩了，然后刚好被我发现，厂商居然有绝版品要出清。可以出清绝版品，因为没有，因为以后也没，以后想买也没有了，因为它已经绝版，它这东西已经不做了。好，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很好玩，我个人觉得很好。我当年就有买，我很早就买了。好，我很早就有买，所以我个人觉得蛮好玩的一个东西，好，很好玩的一个东西。好，几个人啦、啊？几个人啦、啊？好，很好玩哦，真的很好玩哦，而且这是我这样卖，我等一下会被跨界，会被别人骂，和被别的老师骂。你这边都在乱卖东西，那我还要不要活啊？可是我们跟他们又不一样，我们是编织，我们又不是，对不对？哈。我们今天要玩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哦，你们今天看到的学生会真的是，因为我要教你们怎么做，但不能只给你们看完这个东西，然后你买了回去，然后你想这怎么用啊？不会用，所以我今天呢要特别示范给学生看哦，就是我教你怎么用这个东西，它真的很好玩，它真的非常非常好玩。好，我们来看看几个同学啊。哦，晚安，我又忘记滑下来看看你们的留言，我都想说其他的人到底在哪里，然后我又在一个人自言自语了。对，大家晚安。好，那我们今天要玩一个很好玩的东西，非常好玩。我知道我的学生很多人呢都有玩过拼布，好像我自己也是从拼布过，应该这样的，其实我学编织的是一个很好玩的过程，是我当年到我的老师那边的教室去的时候，我是想要学拼布的，我是想要去拿拼布证书的。就没想到那天上课的时候呢，那个教室正在上那个，就是正在上棒针，正在上学编织的东西。那朋友一起去嘛，那大家都在玩，我一个人坐在那边很无聊，就说哦好，那我也跟着玩啊，我就好啊就玩啊。然后玩的时候，朋友就问我说，那我们要不来上证书课？我说啊，上证书课哦好，那来上吧。然后我就去上证书课，然后我就既然要上就好好上，我就在很投入的，好在那一段时间把所有证书在台湾可以拿到全拿到。那因为我拿的是旧制啊，所以老师的程度是在台湾，我们现在台湾能够拿到最高等级就是当年旧制的那个指导员嘛，指导员在日本现在来讲我们的等级叫准师范，好，准师范科。所以我可以像我在台湾，我就可以教学生，可以把你们教到新制证书的指导员，我们都可以教，可以帮你们发，可以帮你们去申请取得证书，然后我老师这边会认证确认你们的作品是不是能够做得完整，做得够好，我要能够认可。说实在话是这样子，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这样，说要放水也不是不行，可是我总觉得放水那干嘛学呢，何必学呢，是不是？那你说老师，我又没有打算要，我又没有打算要出来开业。那你没有打算要出来开业，你拿证书是，你不觉得会有点对不起这张证书吗？所以既然要学，我们就好好学；既然要好好学，我们就把每一个步骤都弄清楚、弄懂。所以我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会比较严格要求我的证书班学生，就是都要能够弄清楚、弄懂。哎，破100人了，好，我们来开始讲，今天要玩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好。那个在讲好很好玩的东西之前呢，还是要跟同学先讲一下，因为我们下礼拜要去做那个帽子嘛。好，昨天听说有很多同学呢还在搞不清楚到底在做的是哪一个帽子，所以呢小帮手就说，老师今天上课的时候可不可以再讲一次？我说可以。好，我们下个礼拜要教的是这一顶帽子，这个帽子用的是钩针。好，那我们会帮你做配色。那为什么我昨天敢说这叫专家配色呢？我的色彩学当年差不多在老师今年50几岁嘛，我差不多在30多一点的时候，因缘际会，我在台湾跟随了一位色彩学的大师，在全省做巡回演讲。
所以呢，好，为什么会陪着他去做演讲是有原因的，我就那时候在做他的助手，所以就是跟着他去学了，很认真的学完了所有 他在教学的东西。只是因为在台湾那个时候没有在考取证照，没有在考取色彩师的证照，所以没有特别去拿。当时 他就是从国外拿到，他是国外在，他是学有专精，好，学院派出来的。那台湾是后来才有搞这些什么证照这些东西，那我没有在那个时间点去拿证照，是因为那时候我正在上班，我在资讯界上班，我忙得要死，我是陪着我的老板娘去做事情的，因为我那时候是在当我老板的特秘，然后那个他就是他搞不定他老婆的那个 PowerPoint， 所以他就叫我说你去帮我弄吧，我就啊好好，然后他我老板娘要全省巡回，他要做那个色彩学的演讲，然后呢就不会弄他那些电脑，然后所以我老板说你就去吧，我说哈，可是那我上班怎么办，我老板说我照付你薪水，说哦好，我就陪着有一小段时间，我就陪他全省巡回，然后去上课，然后他只要去演讲我就要去陪他去上课，所以学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那个色彩学上方面的东西。那也在上课时间我就会开始教学生什么叫配色，什么叫色相环，你要怎么配色，怎么样的配色跟什么配色会配起来比较好看，什么颜色跟什么颜色配起来好看但是不适合你，什么颜色跟什么颜色配起来不怎么样，抱歉，穿在你身上还真漂亮。好，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一种是物品的色彩学，这个东西好不好看跟能不能穿在自己身上用在自己的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跟同学讲，你今天穿的衣服，像老师今天穿的是黑色的衣服，光线今天我是白光打在我的黑色衣服身上，往上反射上来的光会怎样，色彩会亮度会降低，为什么？因为我的身体是黑色的。如果今天穿的颜色是红色的呢，我告诉你，白光往下打反射上来，我的脸就是红润的。好，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光学上的原理。所以在学色彩学的时候，不是只有学很单纯的哦，这是 Pantone 几号，色号几号，然后这叫什么颜色，那叫什么颜色。如果只学这样就太粗浅了，我们要学的是还要到生活中的应用，如何搭配你自己的服装，好，你的服装，你的服装上的配色，如何搭配你的居家环境布置，甚至大到居家环境布置，小到你个人身上的穿着打扮。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到底适不适合你，有些颜色是好看，真的很好看，我也很爱，可是抱歉那个颜色我穿就是不对，有些颜色真的就是哎呀那个颜色好像看起来还好嘛，穿起来真好看。好，所以呢我的学生呢经由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上课在教室上课的时候，我常常会帮学生配色，我说 这颜色买啦不好看，他就说可是大家都买这个颜色，我说大家都买，可是大家都买可是不适合你啊，那我要什么颜色，我就开始帮他选，你应该要这个颜色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真的吗，他不相信，后来打出来之后他穿在身上，他说满意的不得了，全班都说真好看。所以呢要相信老师的配色，我的配色是有经过 一长段时间跟着名师在上课在学习，只是我没有那个时候在上班没有办法去拿那个证照而已，所以请相信我的配色，我的配色应该是不错的，这几年下来学生反应也不错嘛，不是吗？好，然后呢，哎，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玩一个东西呢是跟编织无关，是因为哦对，还要再讲回来专家配色，所以呢如果你们要做那个帽子还可以再买，好，反正就是跟那个老师昨天在黑板上，黑板也没擦嘛，就还是一样，好，还是一样，反正就是八颗线，不是八颗线，讲错了，四颗线800块，然后呢反正都是600块，好，就都是600块，我就随机配色帮你配好然后出给你，所以想要下礼拜上课可以玩的学生都没有问题。我们第一批的学生的到货都已经到完，我已经分配好了，昨天同学上课订的线，好，后来你们在确认你们的那个，因为要确认学生的那个汇款线材费用嘛，那都已经订出，我应该老师明天就要到教室做小工帮你们分配货，所以明天都会到。今天到教室的是前天我们有订那个毛细，记不记得毛细那本书，毛线球有没有，哦，还记得这本书吧，不要买了忘了，还记得这一本书吗，毛细，好，毛细书都到了，哦，所以呢老师已经打包，本来打算今天就是直播前就是从办公室从教室出来要去邮局，结果一进邮局一看等候人数是14个，我就默默的推着车子，我就又把东西搬上车子，
然后就把所有东西通通载回我家，打算明天早上再推着车子去我家那边的邮局帮你们寄出毛细，还有角落生物的清洁刷的书也出来了，也到了哈。所以会角落生物跟毛细，因为都是同一天到的，都通通都今天早上到了，所以通通都帮你们包好了。还有哦，还有那个编织笔记本，那个也全部都包好了，通通都寄出了。好，那毛细还是一样再跟同学讲一下哦。毛细里面呢，老师要教的会是其中这一个袋子，就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袋子，这个袋子我会教这个袋子，我会开线上课程。好，我会开线上课程，他用的呢是那个Puppy 的纸线。好，老师为了要讲这件事情，特别把我的 Puppy 纸线也从教室搬回家。他用的是 Puppy 的纸线，好，他用的是 Puppy 的纸线，它是彩色加素色各一颗。不，各一颗吗？等一下我再看一眼，是各一颗吗？啊，几颗我忘了，反正我根本没看几颗，我以为各一颗，好像不是。总之呢，就是一个深一个浅哈，那你可以自己选色。到时候如果你们需要线材的话，老师会开线上课程。好，这个是它是一深一浅这样配哈，所以线材就是用这个 Puppy 的纸线。那我会开线上课程。那线上课程会到时候会请同学，就是如果想要学然后想要买线的学生呢，我们就在后面再弄。那个线上课程不是直播课程，那个线上课程因为要把一整个袋子从起针开始一路教到袋子做完上把手怎么弄，中间的配色怎么换色，所以那个要录影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所以会变成是录影播出，会是录影播出。所以就是到时候会邀请你们进入私密社团，然后进入社团你就可以反复无限制爱看几百遍都随便你，好不好？好，所以这个毛细要订购还可以哦，台湾现在还有书要订购，还可以130，如果你想订的话可以私讯粉专，然后跟小帮手说，小帮手会告诉你费用。好，那我们今天要玩的东西终于要进入正轨啦哈。我不知道同学，你们爱玩编织的学生应该多少都知道什么是拼布吧，你们应该多少都有玩过拼布的东西。那老师呢这一次呢很特别的是有拿到拼布的相关的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悠悠做花器。有没有听过悠悠做花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悠悠做花器。这个就是利用它已经帮你把这个都做好形状的，你看它有圆形，哎呦，它光是圆形就有。我跟你说哈，桌上这些是我的，然后我买了呢，我还没时间做，我唯一有时间做的呢，只有最小的这一个。当时是这样，我当时我自己也有买，然后我自己有拆，我有做，所以呢，我很努力的，幸好我这个壳子还在。然后这是我的，然后呢，我呢就很努力的去找我当时做悠悠的那个这么小的悠悠做出来的小悠悠小花在这里。等一下我示范给你看，因为太小了，我会示范大颗的给你们看，教你们怎么做花。然后这个可以干嘛用呢？这个可以把它拼拼拼拼拼，就可以把它拼在袋子上，拼在衣服上。像我当时做这么小，是因为我把它当扣子，我要把它当做装饰扣，就是像我们有时候那个毛线的衣服做完的时候，像拉克兰袖啊，有一些女孩不是胸部特别大，两个手臂特别细，有没有？然后呢，她如果做拉克兰袖，从领口向下织，因为是分散这样加针嘛，等比加针出去，她是不是很有可能到她的袖口会变得比较松，对不对？所以老师在去年的四季课程的夏季系列就有教圆形剪结，那我有教如何处理这个袖子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做一个开口。那做那个开口，你要去买现成的扣子当然也可以，你也可以干嘛，当你这个袖子你觉得它太大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打一个褶。好，比如说你把它打一个褶，打比如说把它打了一个褶以后，然后呢手不够用，就是说打一个褶以后，然后不会弄，现在一只手没办法弄，反正就是你在你的领口上面，比如说你打了一个折以后，然后你把这个扣子这样缝上去，它就会钉在这边，这样就会很漂亮。然后这个可以用你自己所有你剩下的布。好，因为我知道爱玩编织的学生大部分都有，很多人都有在玩拼布，都是跨界玩，像我也是跨界玩，我也玩拼布，我也玩这个毛线，只是
拼布我没有时间去拿到证书，因为后来上我的时间那个时候只够让我拿在台湾拿到这个棒针的准师范科，可是就是编织的准师范科，那拼布没有。好，总之回来主题就是悠悠做花器。好，悠悠做花器今天要教同学如何做，因为我知道外面很多人在教，可是也许你不是很懂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做的，所以它除了有圆形之外呢，它还有花瓣，五瓣花的花瓣形，它有大的跟小的，它还有爱心，你看有没有很漂亮爱心，这些全部是绝版品，全部都是绝版品。来，老师今天要再开一个 L size 给同学看，我教你们怎么做这个东西。好，那这个东西呢，你要准备的就是一块布。好，老师呢，这块布呢，是我当时做那个，这是我的衣服啦，我做衣服剩下的布啊，这是我自己做衣服剩下的布。所以呢，我现在拆给你看啊，当场拆给你看，所以你就知道说 ，OK， 原来就是这样做，对，真的就这样做，它很简单，可是做出来很好玩，它很好玩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今天呢，因为它一共有八组哈，四个圆形，大特大大小特小，它一共四个，然后加上大心跟小心，然后花瓣是大花瓣跟小花瓣，所以一共有八个，原价是，我看一下哦，八个本来原价是1800，现在就直接告诉你，八个你全收，因为这是绝版品出清价，所以呢，只有12组可以让学生八个。今天如果你要的话，好，如果同学你要这样八个全部带回家，就是两颗大心加小心。好，爱玩拼布的学生，这个今天是最优惠的时候，真的。然后花瓣，大花瓣加小花瓣，大心加小心，然后圆形有四个，1234在这，好，四在这里，这样四个，一共有八个。如果你八个全拿，直接6折给你，好，直接6折给你。如果你想要的话呢，现在就请你私讯粉专跟小帮手说，我要一组，因为只有12组，八个全收6折，只有12个人。好，我们先来，我教你怎么用。它这个打开里面就有说明书，所以你不用担心，其实都有说明书告诉你怎么用。所以你今天就算上完课了，老师我忘记怎么做了，来看着说明书你就还是会做，好，看着说明书你还是会做，所以不用怕。然后呢，这个呢要把它拿下来，好，这个要拿下来，好，懂吗？这要拿下来，不拿下来不能做哈，废话。然后拿下来以后呢，我们接着就是塑胶袋要打开，好，这个也是废话。哎呦，趣味一下嘛，让老师玩一下嘛，好，来我的剪刀嘞，好，我不喜欢撕破塑胶袋。好，所以东西碗要收旁边。对，没看到龙猫的剪刀，有没有很漂亮可爱吧，对不对？这个没有要卖哈，没有哈，你们没有的，对。没有要卖龙猫剪刀，是悠悠做花器，这个做起来就这样，很漂亮哈，这个很好看。好，八个全收，今天6折。我跟你讲真的，这个你去，我觉得我会被那个卖拼布的老师骂死啊，这个泰瑞莎老师都给人家乱卖，没有这个价钱啊，阿内西贝拉坦啦。那我就本来就不是拼布老师啊，所以就随便卖咯。啊，既然厂商那边有东西他愿意让我出清，让我给学生，我当然乐得高兴了，就是好，没问题，来让我跟学生说，我很乐意告诉所有学生这一个好消息。好，来，你要准备的布一定要比你的这个什么花瓣要，你要做的花要大嘛，所以呢，好，那不能用事物剪，事物不剪不能剪剪刀。好，来，今天再顺便跟同学讲，你看老师这边的剪刀有这个是事物剪哦，老师拿来剪纸啦，剪胶带啦，什么会用事物剪剪。剪布的剪刀是这一把，这个是剪线头的剪刀，好，这剪线头的剪刀。为什么要分这么多剪刀？不会一把剪刀从头剪到尾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今天教你啊，学哦，要会哦，什么意思呢？就是
说文书不是中文看得懂吗？所以现在要教你，所以不要担心哦，不要担心，现在就教你。好，教你怎么做啊？所以你这个影片反正会存在 TKS 社团里面，所以不会你再回头去看就可以，所以不用怕，很简单。我告诉你，我教学生一向最会把学生就是把复杂简单化，所以你绝对会。好，我刚刚讲什么？哦，剪刀。好，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不同的剪刀？是有原因的，因为呢，密度不同，这个布的密度跟纸的密度是不一样的。你拿剪纸的剪刀来剪布，你的布会剪得不整齐。你拿剪布的剪刀去剪了纸以后，你要再拿回来剪布，抱歉，那个布你剪不好。为什么？因为密度不同，就这么简单。所以请你该用什么就用什么。好好，来，你看我要剪一块比这个圆形还要大的，那就很简单，刚好这一块我就把它剪下来。好，我就把它剪下来，这个无所谓，因为反正这个是我的做衣服的剩下的布，所以随便剪。好，这个这种布我可多的啦，因为我都做衣服都有剩布啊。好，然后把它开，好，这样一定够啊，这样你知道我只要比它大就够了。那好，接下来来我照表教操课嘛，教你，好，教你，你一定会，我跟你真的你一定会。看到没？有没有看到一个里啊？跨步，另跨步，来近一点。来，好，讲师家出手，不要说出来，这是这个是已经是这不是讲师家，这不止讲师家，这个是破盘价了，好不好？工具类没有人六折在卖的，那真的因为这是绝版品，然后它数量不多，所以呢特别拜托厂商就说，那这样子的话增加我们趣味性，我们教点学生别的东西。好，来看着这个纸，它的这个标这边就有告诉你，这个叫做布的内侧里嘛，对不对？里就是什么？布的内侧。表就是什么？表面嘛。所以这个叫做布的表面，这就是你布的里面，这样懂了吗？这就第一个你懂的。好，懂了之后呢，把这个打开。那这个要怎么打开呢？哎，掉不下来啊，怎么弄呢？很简单，这里有个洞嘛，一推它就掉下来了，懂吗？就这样一推就掉下来了。好，然后呢我要剪多大的，我现在就在照表操课，就告诉你顺序。从内侧去看，你把这个圆放下来以后，请你沿着它剪多少呢？它要请你剪比它多，比这个边缘多3到5 millimeter。 好，那3到5 millimeter 要比它多，就是所以说，如果今天是这样上盖加下盖这样子弄下来，好，如果我今天是已经把它上盖加下盖用下来以后，好，我这样子因为现在随便扣嘛，不要紧，我要剪比它多，还要多多少？多3到5 millimeter。好，我们现在就来剪啊，我都随便剪了，谁给你3到5 millimeter？ 我都随便看高兴我就剪了。我真的这个我这边都很随便的，我都马是看高兴在剪的，没有那么精准在量的。所以我的拼布老师，当时我去学拼布的时候，我的老师在那边一直摇头。可是我做功课的时候，我是做的很仔细哦。可是我自己在做衣服的时候，在做这些有的没有的时候，我都说啊，差不多差不多就可以了，真的差不多差不多就可以了嘛。因为这些到时候又看不到，所以不要紧。好，可是一定要比它多哈，比它多。好，剪完这些就不要了啊，那这些就真的是不会用到的，你可以把它扔一边，爱扔哪扔哪。好，拿起来，那这个布也不会用到，剪刀收好，记得做完事情剪刀马上收好，好，不然掉地上你就要心疼了，好，你就会心疼。好，接下来来看，这个是布的内侧，布的内侧是用这一片，好，就内侧这一片。然后呢，你会看到这个 Crow 吧，有没有？它这里有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得到？哎，都好，你们如果拿到实际东西，你会看到这里有印的，有字啊 ，Crow 吧。好，所以呢，可乐牌的字放在上面，朝上。这个呢，这个你有没有看到？它这里四面有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四个点、五个点，它有五个点。有没有看到这有凸起来的？这里有没有凸起来的？有没有看到凸起来的点？有没有看到这里？老师手顶在这里，有没有看到这有凸起来的点？好，这个直线这一条，因为五个点嘛，所以就是什么？这五个点要对这五条线，看懂了吗？这它上面有凸起来的，这个不是画的线啊，这是它的那个本来就凸起来一条线，哎，很清楚，有没有看到？这个朝上，然后有五个线，
然后这个点有几个点，有五个点，所以线要对点卡住，那你就把它放上去，然后点对线卡住就可以了，然后你就会听到咔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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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放好，这边不够哈，那我再把它推一下，平均一下，好好，差不多平均一下，然后把它咔哒放好。好，十二组没了，小帮手说十二组没了，十二组没了没关系啊，买不到的学生不要担心，你可以不用私讯十二组，你可以私讯七组，我们七组只有一人，我们会有一个没有，就是圆形最小的 SS size 最小的那一颗会没有，老师今天在帮厂商啦，就是要帮他把最小的是 SS， 就是我在用的这一个，这个是 SS， 这个最小，这个做起来就是老师刚才那一粒，就只有一个小拇指头就这么大，这个 SS 做起来只有这么大，它真的很小一颗。好，所以 SS 没有，有一个学生可以买，六五折给你，因为只有七个，六五折，越后面买会越贵一点点哦。好，一定要这样玩才高兴。好，所以只有一组，来要买七组的，就最小的那个圆形没有的，想要的学生还是可以哦，我们有一个名额，赶快去私讯小帮手。好，来放好卡好了，刚刚都有听到咔哒咔哒咔哒嘛，五次啊，咔哒咔哒都咔哒好了以后呢，接下来请你准备针跟线，哎呦开错边，好，准备针跟线，好，准备好针跟线，那你要用什么颜色的线，你要用什么颜色的针，随便你都可以，好不好？那因为老师今天为了要示范，所以我决定呢，我会换一个颜色的针。好，我本来我为什么这里有条白色的线，好，我用这个针，可是我不会用白色，老师今天为了要示范我用红色的线，等我一下，我找我的线出来，这太短，等我一下哈，老师找红色的线长一点的，你看老师有一整盒的绣线，绣线超级多，对，好，真的绣线就是有的时候用完做完作品的时候啊，就是老师在玩十字绣啊，然后那个绣完的时候你一定会剩很多的线嘛，那我都有留起来，就缝扣子啊缝衣服的时候啊就很好用，好，就很好用，所以我都会把它收好。好，来，然后呢我都会不会全部都用，好，七件组也没有咯，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会有六件组，可是我不知道现在有几个数量，要等请小帮手点盘一下还有几组可以有还剩什么，等请他盘一下，等一下哈，稍待。八件组全收的没了，我们七件组的有一个，好，七件组的也没了，六件组的等等哈，小帮手说给他喘口气，他好紧张哦，他怕漏掉你们的登记，他吓死了，然后因为我讲的太快了，好，来把它拆开，然后呢，好，来把这个打开，这个不要，我会用白色的线，好，来穿线会吧，好，穿线总会吧，好，穿线，来，穿线是怎么回事呢，穿线就是老师要把滑鼠离远一点，不然我等一下不小心就把你碰到关机就好笑了，好，老师有教过你要用穿线器，很好，你没有穿线器，你想穿线你要怎么穿，把你要穿的线跟你的这个针孔的位置，有没有针孔的位置，对焦一下，跟你针孔的位置，好，这个这边是针孔的位置嘛，把你要穿的线跟针孔的位置对折，对折捏住那个针头，捏紧，然后呢一挤，看到没，就穿过来了，这样就穿过来了，要会穿针哈。然后呢我们就要来打一个结咯，打结也很简单，把你的，我用单线啊，单股线，所以我们就是两，刚刚是六条线一股，六条线，我们是十字绣线嘛，所以它是六股线，我取其中两股，然后取其中两股之后，我只取一这样一条就好了，我没有全部双，我没有再折双去用，我只用其中一个，把这个线头按住在针脚上，绕一圈两圈三圈，要绕紧哦，然后指头捏住针尾，捏住你刚刚绕三圈的地方，就慢慢把针滑起来，用你的指甲捏住你刚刚打绕三圈的地方，来，有看到吗，结就在这里，有水吗，好，这就是打结，这样会啊哈，会啊哈，好，来，现在
打完结以后，我们就进入到这里咯，好，就进入到这里。那这里还有告诉你，我们有一个开始的位置。好，那它你要会看这边，它的这个呢，每一个的这一个都有一个穴位，就是我刚刚那个小的嘞，等我一下，我的那个小的。好，这样看，来，这样你们就会看的，哎，这样你们到底看得清楚还是看不清楚？哎，都。这样就看清楚了，有没有看到这样子？它这个是空的，这是长，它这个针有没有看到？我的针可以这样放下去，这样转，好，懂吗？它这个是一个穿线的地方，好，这里是一个穿线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现在要从穿线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要把它穿那个针，要把针穿过去。那穿针要怎么穿呢？来看着。那他现在就有告诉你哦，穿针把它反过来，反过来之后呢，你看这里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些孔洞，对不对？你当然要穿，一定是穿到这个孔洞的位置嘛，对不对？一定从这里穿下去。那可是问题是，你是这样穿吗？不是，好，不是这样穿。你的第一针记得你要穿下去的时候，这个布要折过来啊，折过来穿的时候，你就记得你要穿在那个孔洞的位置。它才会穿过来，懂吗？你不要去穿在这个旁边，按那起吐起吐尾雷，因为这里没有洞嘛，对不对？所以不要去穿到这里，要从这边穿。所以你一反过来，你就知道就在这里，你就把它穿下去。好，你就把它穿下去。好，这就是你的第一针，这就是什么开始？有没有？就是这样穿，这就是你的开始。开始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翻到这一面了。接下来很简单，一出二入，一三出四入，好，七件组有三组，不是一组哦，还有还可以哦，七件组有三组，我刚刚以为只有一组，还有一组哦，小帮手说还有一组，就难怪他刚刚在那边跟我讲说，老师不要先等我等我，他在数数，他在数有几组，七件组没有这个最小 SS 的还有一组，有需要的同学今天很便宜，六折，好，来。我刚刚讲哪里了？好，一出，那顺着这个弧度有没有二入？一出二入有没有？顺着这个弧度，一出二入，三出四入，所以一出从这里出来，从旁边这一个下去就是你的二入。好，那穿下去记得要穿到哪里？你不要只有穿到这个哈，要穿到这里面这一片布也要穿。懂吗？这块布要跟着一起穿二入，来，把这个就要拨过去了哈，这个布就要拨过去，三出，三三三，三找一下位置，三在哪里？三在这里啊，三出有没有？四入，就这样。然后记得你这个一定要穿到两片哦，你不能穿过来的时候只有穿到变这样，这样就不行哦，好，不是这里，所以记得它这个布要往下拨，然后这个叫悠悠，这个在日本非常流行哦，在日本非常流行，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流行，我们台湾有很多的拼布老师，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也是很疯这个东西，我也是那个时候很疯这个东西，所以我就买了，所以我有整组，可是因为后来在学编织，就一直都没有时间去玩。好，就像这样子，这样子可以吗？来，你看很好玩哦。然后老师会教你怎么用，用在哪里。好，这个是非常好玩的东西。它可以做，你看像我刚刚那个小小的这一个，它这样做起来像一个立体，哎呦，像一个立体的花朵嘛，有没有？那你可以怎样？比如说我的。啊，这个树懒不要好，比如说我的小熊，我就可以怎样把它缝在这里，你看它是不是就有带胸花，很可爱吧，是不是？好，它可以增加你的作品的丰富性趣味性，所以很好玩的。好，来，再拨过来，这个布要记得拨下来，拨下来，然后就一出一入的做，有没有？你看是不是很简单吧，这样你们就一定会了嘛，对不对？今天赶快买哦，这是人家绝版品哦，日本已经没有了，这绝版了，卖完就没有了。那你说这个这么好玩，这么好做，为什么叫绝版？
这些尺寸这些花样已经绝版了。那为什么是这些？他后来我记得他还有出其他的花样，可是因为那个比较属于进阶课程，比较稍微难一点的东西了。然后因为他就不是属于推广期了嘛，所以后来就都是在做专门的学生才有在做这些东西。那这个是早期的东西，所以厂商呢他就说，那就既然绝版，那就老师，那如果你要直播增加上课的趣味性，要给学生，那就我就说，那你就便宜卖我吗？让我们学生可以买很便宜啊，这样不是很好吗？他就很阿萨里的说，哦好啊。所以呢，你看今天一开始就抢到八件组的最爽，最爽。好，七件组共三组，我们还有一组，还有一组，还有一个名额。七件组还有一个名额，需要的同学请可以赶快私讯我们粉专，我们还有一组啊，你快，我快要做完了。好，今天教同学做悠悠，因为这个很好玩，等一下还要告诉你这是可实用的呢。等一下再教你们，等我做完再给你们看。等一下，然后你们一看啊，原来可以这样用，然后就又开始那个，原来是这样，然后就开始后悔，为什么刚才没有买到七件组？为什么没有买到八件组？没关系，七件组没有了，我们还有几件组？我们还有六件组，六件组只有一人，只有一个，只剩六，因为他的数量剩得很奇怪，就有的有的没有。六件组是哪一个没有呢？我看看。六件组是花瓣，就刚刚我们圆形最小的圆形没有了嘛，还有花瓣，我们刚刚不是一个大花瓣跟一个小花瓣，那是小花瓣没有了，大花瓣还有，好，大花瓣还有，所以它是小最小的圆跟最小的花瓣没有，然后六件组有一个名额，好，六件组没有了，还有没有六件组没有关系，我们有没有五件组？小帮手有没有五件组？有五件组。那五件组是什么？心、爱心、小心没有了，可是有大心，没有小心有大心。好，所以也是只有一个名额，五件组也有一个名额。好，五件组有一个名额，就是大圆、大圆、特大圆、大圆跟圆、大心跟大花瓣。好，我们做缝完了，缝完了耶！我刚刚这样讲讲话，你看我们全部都缝完了，确定你每一圈都缝完了，我们已经缝完咯，剩下的事情更简单咯。好，看到没？已经缝完了，是不是？你看，按照他，请你按照顺序缝完。好，然后他有告诉你，就是你要缝的这一条线一定是洞到洞，看到了没？洞到洞，你不能线从这里跑出来，还是缝错了哈，亲爱的，这个就是在告诉你，看到了没？洞到洞。洞到洞，你如果缝成洞里面都没有，它变成是洞跟洞的外面，这样就是缝错，它就告诉你叉叉，这样就缝错了，所以看清楚哦。好，是洞到洞，好，这里进这里出，这里进这里出，就是缝这样，这里不能出现哦。好，然后呢啊，我们有始要有终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开始完之后呢，还要给它一个结束。结束呢，就是什么呢？最初的长度的那一个穴位，最初的这一个长度的这一个孔，还要再缝一次。所以，刚刚这里是不是我的起始点，对不对？所以我要干嘛？再进去一次。这一个穴位要再一次的一出跟一入，它要もう一度，再一次，再一次。好，最五件组有一个名额哦，五件组有一个名额，七折卖给你，只有五件组只有一个名额，五件组只有一个名额。好，然后呢，原则上这样就好了，不要动。好，那你就可以看到，他现在就在告诉你什么，这里叫做，这个叫做内侧，这里叫做什么？上面 top， 好，这是上面外面表面，所以你看到花样嘛，有没有？好，这里就是正面的花，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这个图案？这个图案正面的花，这个图案正面的花，这个图案是正面的花，有没有看到表面？有没有？表面是前灰底小灰点，灰底小灰点，灰底小灰点，正面，懂吗？
好，第八个动作我们也做完了，对不对？来到第九个动作，你看我真的是一步一步的教你，你一定会。你拼布老师大概都没有这样在教你。下一个动作更简单，好，下一个动作更简单。我们接下来要干嘛？我们要把它打开，好，要把它打开。所以我要干嘛？用你的食指，用你的手指头把它干嘛？压出去，就出去了，它就出去了，看到没？这就第九个动作。把它压出来就打开了。来，第十个动作是什么？把它翻过来。第十个动作是什么？不会日文都不要紧，看图你都会。第十个动作就是把里面这一片拿出来。有没有感觉像在讲废话？第十个动作就是把里面这一片拿出来。好了，这个我们就可以收起来，先暂时不会用到它，把它放旁边。好，然后我们这样子，你看是不是已经拿下来了，取下来了，对不对？接下来的动作很好玩哦，看着抽紧。可是你在抽紧的时候呢，记得要注意内侧，它这个要能够有，要被缝进去，就是它的内侧要反折，要能够被反折进去。所以其实呢，你要是看不懂它是什么意思呢，你只要抽紧你就懂了。你在，因为我是反手折，我为什么反折弄？好，你看在抽紧，看到了没？看到了没？这一个一个是不是已经在抽紧了？有没有？我现在慢慢抽给你们看了，你看到了没？看到了没？它是不是就一个一个就抽紧了？好，我很刻意的捏着它，这样你看，褶是不是就出来了？是不是褶就出来了？有没有看到一个一个的褶就出来了？是不是？有吧？就是这样，褶就出来咯。所以请你慢慢抽紧，慢慢抽紧，确认褶，然后你看那些布边是不是就已经帮你都收好布边了，布边都收到里面了，有没有？布边都收到里面了。你的褶的方向要漂亮，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稍微捏确认一下，捏一下看一眼，好，大小平均一下，好，再抽。我也是很久没做这个了，因为本来要不是因为发现厂商居然有这个可以出清啊，我真的这个我自己的这一组已经在我的那个缝纫柜里面已经很久了，我也很久没做了。不过现在正好我最近想要做一个东西，可以拿它来当装饰品，所以我觉得很好用，所以我就觉得说，哎，那我要来介绍给学生，介绍给你们。既然我可以拿到这么便宜，你们买的比我还买的还要便宜耶！不要闹了，你们买的比我买还便宜。我还没有这么便宜呢，我的还很贵呢。对，为什么我都是买最贵的？来，我们还剩下最后的就是四件组，四件组哦。其实四件组有几组啊？也只有三件，就是只剩下小帮手告诉我说，剩下大圆，还有我现在示范的 L。还有剩大星，还有五个大花瓣，大花瓣五，好，剩这个，剩这样四个，一，四件组，来，大星，大圆，特大圆，好，特大圆跟大圆，大星跟大花，四件组，好，四件组。那这四件组呢，就直接七三折给你，只有三，有几组啊？三组是不是？最后的这样四个的只剩三组咯，只剩三组。你现在买你这三组，你还可以买到爱心哦，因为接下来就没有爱心了，接下来就没有爱心了。接下来是没爱心嘛，对不对？对，接下来会没有爱心，我没有讲错吧？对。好，接下来会没有爱心，所以现在买还有几个名额啊？三个名额啊，可以有这样四个，就四个花样，刚好你还都各有一个嘞。啊，大圆跟小圆这很重要，大圆跟小圆一定要在一起，然后花瓣跟心，好，你看它的心做起来就这样，很漂亮吧？就做爱心，然后五个花瓣做起来就像一朵花，是不是？你看是不是就是一朵花，很漂亮吧？因为它是五瓣嘛。然后那老师示范是用最简单的圆示范，好，用圆示范，好，来。然后四件组也只有三个名额，我记得。啊，我们抽完了，啊，抽完了，来，
抽完，抽完之后，现在就告诉你这边抽紧之后，好，近一点点，对焦一下，好，抽紧之后我们就剩下打折，把它抽紧，这样抽紧，看到了没？抽紧了。好，抽紧之后呢，我们就剩下就是打折的动作，打结的动作，打结的动作，他就说了，请你呢把这个针呢就放在你的这个作品的上方，好，就放在这个上方这样放着，然后呢就拿你的尾巴的线头绕一圈、两圈、三圈，指甲顶住它，然后慢慢抽起来。抽起来以后，拿出你的线剪，把它剪掉就好了。有线头都不要紧，都不要紧，不要担心。有线头觉得它很讨厌，你就把它塞下去，不要紧，不要害怕。想说啊，这里的线头很讨厌，那以后啊，你就那应该是这样说了。我刚刚少做一个动作，我刚刚应该不要那么快剪线，我应该要把它反穿回去再剪线，你就看不到线头。可是我做太快，因为我刚刚眼睛在瞄同学的那个回应，就一瞄就给顺手就给剪了，把它塞进去就好了。有没有拿钩针把它塞一下？看不到就行啊，看不到，好，看不到了，看不到，看不到了，好，看不到了。以后老师的缝针第一件事情，赶快缝，不是赶快缝起来，赶快藏起来。这个叫磁针盒哈，这个磁针盒也是可乐牌的，这个也有在卖。然后老师的是旧款，然后现在新款还有蓝色的，很漂亮。好，这个磁针盒也很好用，像缝扣子、缝衣服啊什么有的没有的针啊，我会连头针跟线我都直接这样缝，因为它有磁铁，所以你看它不会掉出来。你看它真的不会掉出来吗？你看这这么多针，对不对？它不会掉，它都没有掉，它都还在上面，看到没？因为这磁的针嘛。好，这磁针，来把它放上去，好，关起来，好，你就绝对不会被针扎到。好，被扎到就不是我的问题啊。好，那这个东西叫木打，你有没有都无所谓，有很好，没有也无所谓。可是，一样记得，因为木打很尖，所以记得手指头不要去戳到它，会痛哈。那可乐牌的木打呢？我什么什么都是可乐牌的，可乐牌的木打有附一个套子，所以你做完事情记得把它套回去。那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把，其实它就是因为已经抽紧，我们是不是已经打完结抽紧了？对啦，你看啦，刚刚真的一要眼睛在瞄镜头，就忘记要看这个东西。它真的叫你把针怎样反穿回去，有没有？就反穿回去拉起来剪线，剪线就好了。然后呢，我刚刚就是忘了反穿这个动作哈，我真的忘，因为我刚刚眼睛在看那个镜头，在看说同学的那个回应，所以就没有认真在看你们的那个最后一个动作，是有点小小的忘记。好，来，做完了，其实这样已经做完了，我们这样已经做完了，剩下就是把它拉开而已，就是把它拉开。我已经做完了，现在我只是把它拉开而已，我的花已经做完了，我的圆已经做完，看到了没？这就是很可爱的做花器，这样这朵花就做完了。然后这样做完，你觉得啊，这个是要创什么啦？啊，就很简单啊，像我刚才是不是做了一个小花，对不对？这是我的小花，那我的小花可以干嘛呢？我的小花可以反过来，就是如果你要反过来的话，就或者是你拿那个珠珠的扣子，也就是漂亮的扣子，或者是像这样，你看，或者我的这个小花，我可以做成比如说红色的，或者是绿色的，或者是黄色的，然后我把它反放回去。我跟你讲哦，根本连缝都不要缝，热熔胶、热熔枪把它挤一点，粘上去，搞定。来看着这朵花是不是就做完了？有没有？啊，当然，如果你不想要用小花来做，你可以干嘛？找那个珠珠，有没有那个圆球、圆珠珠？好，圆的，老师这里有没有扣子？或者是扣子，粘一个把它粘上去。老师为什么这里一个扣子都没有？好，找一颗扣子，我看我这里面有没有扣子。好，我这里面没有扣子，我这里面都是线。对，这是我的针线盒。好，对，又被你们看到了，我有小叮当的。小叮当的针线，你看很可爱。然后它这是日本的哦，它可以这样，你看这个是那个带针，然后这边是针，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如果万一你觉得你的针已经用的觉得不利了、钝了，你想要把它扔掉，请你把针扔在这个里面，折断就可以折一下，把它收纳在这里，就不要乱扔。然后到时候整合你就可以扔掉，如果你想扔的话。很可爱吧，小叮当的，你们买不到，你们没有好。然后来，我的花已经做完了，这个花就已经做完了。好，我把镜头转过来，好，镜头转过来，推一下，太近了，吓死我。好，这一朵花原则上就是这一朵，看到了没？实物大小有没有看到？你做完就是这个上面的实物大小，刚刚那个塑胶袋上面的实物大小，做起来就长这样。然后这朵花可以干嘛呢？就是比如说老师的包包，好，老师去拿一个包包，等我一下哦，我的包包，等我一下，老师去拿包包，因为拿包包比较好示范，不拿包包不好示范。好，比如说我们找一个包包进来，好，我们找一个包包进来。好，比如说这是我的包包，我觉得我的包包做完了，我们不是买了一个3000个袋子可以变化出3000个袋子的包包吗？那、啊、你做出来这么素啊，洗尴尬就拍孔啊，那你可以干嘛啊？你就可以把它缝在这上面啊，那你可以缝很多个啊，有大圆小圆大心小心，你是不是就可以把它缝在这上面，甚至你可以把它缝成一串，你还可以把它做成立体花，有没有？是不是可以把它缝起来就很漂亮，你可以到处放，大花小花都很好看。对，老师喜欢龙妈，我的袋子是龙妈的。对，然后这袋子很赞哦，你看，你以为只有这样吗？不是，它里面没有内袋，它是直接哎，教你们做袋子的内里，我觉得这个袋子内里做的好赞。你看它袋子的内里有多大，我没有要卖这个哦。它做这么大，然后所以你东西通通往里面丢，然后丢完之后呢，你只要把上面呢把它抽紧。好，你只要把它上面抽紧，这样抽紧，它就关起来呀、啊，它就关起来了，然后你就这样放着，然后你东西就不会掉，就不会掉出来，对不对？赞。好，我没有要卖这个袋子，我只是跟你讲说，你做完的话，可以把它就是干嘛缝在这上面，或者是什么？老师那天不是有棒球帽，对不对？我不是有做棒球帽吗？啊，做完的棒球帽你觉得很素啊？对不对？那你觉得很素，你可以干嘛？我可以缝一朵花在这里啊，有没有？就可以把它粘在这上面，有没有？掉下来了，就是把它粘起来。我把它放桌上给你们看。你可以把它变这样。好，比如说这个帽檐啊，你就可以把它放在这里啊。我刚刚那朵小花呢，你就可以放在这里啊，就有大花加小花。你看，这样这个帽子是不是就会很好看？有没有？它是一个装饰性的东西。好，那这个收口的地方呢，会随着你越做越顺手，你可以越抽越紧。可是当然，因为布的皱褶很多，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个洞。好，那个洞呢，所以它才会建议你什么？你呢，这个收口呢，他们有时候会去买那个水钻。你们有玩那个什么串珠，一定有很多的水钻。或者是小珍珠就可以把它塞在里面，然后你看你可以做一整排，是不是可以变成发夹，有没有？好，小帮手跟我说最后剩下圆形大的 LL， 圆形大的 LL 是哪一个啊？大的 LL， 大的 LL 跟剩什么？圆形 L， 圆形 L， 那就是我现在在用的嘛，圆形 L， 我的圆形 L 呢，这就是我现在在用的，就是圆形 L。 我刚刚那个橘子色的呢，怎么顺手就扔不见了？好，圆形 L 还剩一个什么？心形，心大心剩三个，你们可以这个剩三个，这个有11个，这个有5个，就直接就通通73折咯，随便卖咯。我今天也在喝喉咙油椅，随便卖，反正这些通通都是破盘价，随便卖，反正我也没有在专业教这个，随便卖，得罪了拼布老师就不好意思啦，得罪就得罪啦，不好意思啦，我想要照顾我们编织的同学啊，得罪啦，借过一下，不好意思啦，各位拼布老师，今天让我破盘价卖了这些帮学生争取到这么多的好东西，然后今天也教你怎么做了，你也会了，
就按照那个图，刚刚全部教你了嘛，步骤顺序全部会了嘛，做起来就长这样，很可爱。然后你可以真，我是说真的啊、哦，他们真的是，你看他还有像他这个大的 LL， 你看他是怎么做，直接整个这样，看到没？整个布，不是整个布，那个叫什么？整个那个袋子，有没有很清楚？整个袋子全部上面通通把它缝上去，看到了没？很漂亮吧？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它就是把它空心串成空心，这样串起来，一个，然后把它变窗帘，因为它都是花嘛，都是图案，然后做成发夹，然后爱心，你看它爱心做这样，你的那个置物栏上面，我们不是里面都有那个礼布啊？礼布白白不是就拍块白白。对不对啊？你可以做一个爱心把它放上去，你看你这个置物栏有多美，对不对？还有做成什么胸针在这里，胸针在这，有没有做成胸针？它你看到没？它中间是不是就是放什么珠珠？有没有？所以我们还有大爱心跟有三个大爱心，只剩三个，学生如果要就直接写大爱心，然后加一，或者是这个圆形大圆形剩五个，然后老师刚刚示范的这个尺寸的还有十一个。通通73折，随便卖，你们爱怎么买就怎么买，好不好？就这样子。好，所以今天教同学一个跟编织没有关的东西，可是可以运用在你的编织作品上的东西。好，那我再跟你讲，我做这个是要干什么？其实除了当年做这个是为了要当扣子用之外，当时我真的是为了要做那个袖子的扣子，把它别在这里，我觉得很漂亮，这样小扣子我觉得很好看之外，这个大的其实我是想要做，我要站在椅子上哦，好，拍谁？老师的裤子是瘦手的裤子，你有没有看到裤子？我们裤子是不是有口袋，会有这个斜线？有没有？啊，就不好看，你可以干嘛？给它做一堆花排在这里啊，然后你就把它干嘛缝上去就好了。缝一排花，有没有这样缝一排就很好看？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你的裤子的后面有没有这口袋？你也可以沿着口袋怎样缝一排，然后配不同的颜色，有没有裤子的口袋缝一排？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老师又要站在椅子上，好，这个裤管有没有？你裤管干嘛？裤管你不要傻傻的这样缝哈，这样缝很丑 ，OK？ 请你这样缝。这样懂吗？然后你就一个圆一个圆一个圆，你看，比如说这个圆配这个圆，然后这样子就让它垂在这里，这样懂吗？这样子，然后就这样淋下来，嘚好几个。我牺牲我今天这样爬来爬去，有没有很好玩？是不是？这个就是应该讲这是生活中的小运用。然后当年这个悠悠一出来，我就觉得哇太好玩了，然后我就买了，我就整组全买全收，全收第一个的就是我就都有。哦，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很赞，好，我个人觉得很棒。啊，同学如果要买，赶快去加，跟小帮手说你要什么，好，那小帮手会跟你讲有还是没有。然后反正就这些啦，还没有啦，就这样啦。然后呢，祝大家玩得愉快。然后呢，我们这个礼拜呢，上课到今天，是因为呢，明天呢要去帮同学整理你们的喜悦的线，我要赶快整理出来寄出去，才能来得及下个礼拜教你们做那个喜悦那个双色的钩针的帽子。那个帽子呢会花一点时间教，是因为它要配双色，我怕同学会看不清楚，所以呢会慢慢教，好，那个我会慢慢教。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同学说的，就是为什么刚刚要拿木打出来。好，木打出来，当然我这个比较尖啊，因为这是全新的，因为这是我新的，因为我之前有一个被我这样垂直掉到地上，在用的时候手滑了一下，垂，我忘了，我好像被吓了一跳还干嘛，反正啪嗒就掉地上，然后它就垂下去，它就变不尖了。好，所以后来我又买了一个新的，那我那个不尖的其实还是我今天要找的东西，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不尖的那一个不知道跑哪去了。好，总之我刚拿这个出来是要干嘛？是为了要，就是如果你有木打，你就可以去顺这个折痕。就是如果你觉得它折痕不明显，你可以把它顺修一下你的折痕，用木打来调整。好，因为去压那个角，压一下调整一下，它就会很，就是像这样压一下调整一下，它就会很好，它就会调整的很漂亮了。好，每一个折痕把它稍微顺一下调整一下，就会更好看，懂吗？木打我是要拿来这样用的，所以刚刚把这个东西也顺手拎了出来，
就忘记讲要干什么用。好，这个就是今天好玩的课程，有没有觉得很赞？很好玩吧？这个是真的，你们在外面上课好像应该好像外面的那个课程好像很少有老师在教悠悠，好，怎么买？赶快私讯粉专，嘉荣问怎么买，赶快私讯粉专。好，还剩几个而已哦，因为这真的是出清绝版品哦。我先讲哦，老师的这几个尺寸跟这几个形状的都是绝版品，这个真的都是厂商直接跟我讲说，老师这就是绝版品，然后就只有这些，然后就没有了。我说哦，好啊，没有就没有啊，不然怎么办呢？没有就没有啊，所以就是剩这三个哈，就是我们好像只剩这三个就没有了，就圆形的、爱心型跟大圆形的这样子，大圆跟大特大圆，特就是爱心，特大圆跟圆跟爱心，好，跟爱心，其实都不贵，像爱心，其实它其实像这个大圆最贵的才多少钱？它其实真的很便宜。这个大圆最大的一个才235，然后老师今天73折，就是因为现在只剩几个了嘛，才73折。刚刚那个全收的爽了吧？6折。好，那因为现在真的只剩几个了，所以是73折，所以是235元。好，235元，它也很便宜。我们最贵的也不过就这个，这个才235。然后9公分的，刚刚我自己的那一个也是235，零售价，我现在讲的是一般标准零售价。爱心便宜一点点，爱心是220，然后今天都73折给你，所以其实真的很便宜，很便宜了，啊，真的很便宜，不到200块你就可以把它带回家，然后你就可以照老师刚刚教你的步骤，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爱心啊、你的花瓣啊、你的圆形做出来。然后我刚刚已经教你很多种运用了嘛，对不对？我期待看到同学。看你是要 po 在那个 TKS 社团的那个这个影片的下方啊，或者是你要分享到我们粉丝专页啊，或者是你觉得不好意思，你只想要把那个照片做好的照片，像我们昨天就有同学动作多快，潘信姐姐动作多快啊，那个四方口金包，我下课没多久，他照片就传来了，老师我已经做完了，哇，那神手做超快的，好，他就已经传来，我就好高兴，因为我觉得好有成就感，我教的东西，然后同学做，然后你们也做出来，然后你们觉得也很漂亮，所以我好高兴，我觉得这就是拼着每天晚上2个小时跟你们在那边一直说话，然后不吃饭，然后在那边跟厂商在那边，可不可以便宜一点点卖我啊，然后让我给学生啊，哈，我帮学生争取一些优惠的价格啊，哈。所以就是说，那今天因为刚好发现有这个好玩的东西，虽然跟我们编织没关，可是因为它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编织作品上，然后我觉得很好玩，然后又因为它，我知道没有什么老师在教怎么真正的正确的使用方法，所以我就想说干脆就直接就直播教你们怎么做，所以有东西的话你就可以很好，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轻松，你可以很轻松的做出一朵漂亮的花，人家那个学拼布的要自己在那边慢慢做，还不见得做得有你漂亮，你这边用工具嘚就做完了，厉害了吧。好，所以悠悠其实它的，哎，你不要小看这个悠悠，它这个悠悠他们还会怎么做你知道吗？它会变成就是比如说要用颜色，要做很多个悠悠，然后呢就会拼成很多的颜色，然后把它就会变成拼色，做成拼布的那种拼成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今天我的这个时钟，好，比如说我的时钟啊，它对一定是龙猫故意要炫耀的，就是呢它做很多个悠悠，各种不同的颜色的悠悠，然后呢它可能在这个地方它放的就是灰色的悠悠，在这边就放蓝色的悠悠，树叶的地方它就做小悠悠做绿色，然后这个每一个就做咖啡色的悠悠，然后呢它把它做成一个平面的图案，然后全部是立体的话，近看你看到的全部是悠悠，远看它是一幅画，好，懂吗？我在讲的是那种 3D 立体画的运用，所以就是说你们也可以这样做，好，不过那当然就是要就是艺术创作了嘛，那有个工具让你做艺术创作，不是很快更快乐？好，那这个礼拜我们上课到这边，下礼拜，没错，下礼拜我们还有限量破盘绝版，还有什么限量绝版破盘，已经没有办法再形容更优惠的了吧，我都已经
冒着生命危险，打着准备得罪全台湾的编织老师的这个可能性，我可能说明我已经得罪所有人了。好，所以就是帮厂商，就是厂商粉正那边他有他可以便宜卖，那我乐得做顺水人情，让我的学生也可以便宜买啊，他愿意便宜卖，你们可以便宜买。我可以在中间上课的时候让上课变得很刺激很紧张，然后大家玩得很高兴，我要的只有这一个，就是玩得很开心，那也希望你们玩得很开心，我们下个礼拜二见啦，拜拜。谢谢老师，不客气，老师我要大爱心，私讯粉专 Betty 里，私讯粉专大爱心加一，张淑娟加一，我不知道你哪个加一，私讯粉专。好，老师我还是真的不懂如何买材料包和视讯你的课，私讯粉专。好，请私讯粉专，因为你说你不懂我也没办法教你，因为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界面，好，所以没有办法。哎，这个我没有办法，有的时候这个视讯课这种东西就是你可能要跟你周围身边的人啊，可能要请教一下你的朋友啦，你的小孩啦，好，来快帮忙帮妈妈一下哈，对不对？没有小孩的话可能就要去找朋友的小孩啊，不然就是要敲对面邻居的门，帮我看一下我的直播，然后那个请问一下我要怎么私讯，什么叫私讯。好，其实你已经能够看到现在我们的直播，你已经，其实有时候我们都在讲了，人要进步，不要固步自封，你不要说啊，那太新了，还让少年的东西，我们老灰啊，我们都没要，你老师也是老灰啊嘛，我也五十三岁了呢，今年就要54岁了哈，我嘛五十几岁啊，我嘛不是每天都会晓，我嘛是每天都在学，对不对？像你有看过53岁的人正在学 IELTS 吗？对，我学日文是50岁才开始的事情。哎，老师你不是拿的是日本证书，那你是怎么上的那些课？为什么你都会？我天资聪颖啊，老师讲一遍我就会了。好，然后呢我看图我也懂了，好不好？就是天分就是我是很认真的在学专有名词啊，还学专业的东西啦，所以跟一般生活绘画的日文不太一样，好，是跟日本一般生活绘画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说，你看我到现在我也在学东西，好，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对不对？就是你只要脑袋有在动的一天，你就有进步的一天，你只要今天有多看到一个新鲜的东西，你就比别人多了解了一些事，那在这个社会里面呢，你就比别人懂得多，玩得多，开心得多，快乐得多，对不对？好，所以呢还有谁要问我什么问题？好，加视讯这件事情如何加私讯呢？这个你一定要想办法，你可能要我不知道要怎么告诉你如何私讯粉专，因为我现在是管理员画面，所以我不知道，对，真的是不是。好，说晚安的人都走了，我知道现在剩77个人，我也不知道剩下的人还有谁没走，要走你们就走吧，我在撑什么，我没在撑什么，说得好，对啊，是不是活到老学到老，好，活到老学到老，大家玩得开心最重要。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如果你对悠悠有任何的这个购买上的问题，赶快私讯我们粉专，好，私讯找出那个闪电符号，它有一个发送讯息按钮，点下去，好，那就可以进入到发讯息的那个页面，你就可以写你要写的东西，小帮手就会回复你，不然就是什么，你就要等到晚一点的时候，就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回复你。那问题来了，我们私讯你有的时候你不见得看得到，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你可能我们这叫陌生讯息，你会脸书会主动阻挡陌生讯息，所以我就算我主动去找你，你也看不到。所以像我是粉丝专业，你们是粉丝，你们用私讯联络我，我们可以看得到，可是我们发私讯息主动发给学生发给粉丝，有可能你们看不到，就是因为画面被阻挡，好，被阻挡，被讯息被阻拦，所以会变成看不到讯息，所以还是要请你想办法。那一样汇款到今天晚上咯，尤其是那个全收拿6折的11点之前哦， OK， 照老规矩咯，下礼拜见，拜拜。